不用停了。我有个大哥大汉，他就上菜了，到我底下去演了。他给吃豆腐啊。开始了，快点吃着。好。这吃完下来，我一聊，你把啥天吃就行了。我煮两盘，好不好？那筷子，刷好就拿去刷。你筷子先打来，去吧。把垃圾干了吧。吃瓶子。好。干滚了。在这个转过去。没。等他，等他，这个把这个火猛子抽开哈。这得吃些碗，是吧？要吃些碗。给回去全回家了，回家了。还吃了呀？不要再翻碗。